2010年7月8号中午1点钟，第三窝雏鸟第9天。跟上次上传幼鸟01的那个档案是同一天，也就是第二窝飞离前的第二天，飞离前2天。按照这样的一个记录，第三窝的两只雏鸟应该在后天就会飞离了。我们现在来看看它跟第二窝的幼鸟01那个第9天的情况有什么差别。看起来这一窝的两只比第二窝的3只要活泼许多，而且体型也比较大，看样子是2只雏鸟跟3只雏鸟所分配的资源是不一样的，精神也显得比较好一点。好可爱的模样。我们就看到这里为止。